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是今天的圣堂使者 DK， 要为大家串接每一位圣堂歌手。在介绍他们出场之前呢，会由我来做串接。右边是一个那个歌唱平台，就是你可以用一只手机，然后它上面会有伴奏，它会有很多直播，然后可以现场来唱这样。声音也太高了吧！舟楫摆渡在忘川的水间，当分流能开出一朵，好猛哦！莫停歇。好扯哦！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嗨，新加坡男神，我来听听看他是不是真的唱得很好，因为我们这边也有唱得很好的，唱皮囊唱得很好的。白色的光让我全身发烫，或许地球有什么不一样，身体受到改造，见了后忘记了的模样。哇，短时的人们就随风飘荡，别再嘲弄那一口的分量。他第一个唱就冠军了，那后面怎么办啊？这个第一位就这么的嗨，接下来这几位还得了？妹子，先放到最大声。天亮你不能绝望，天黑至少想念我。如果没有灯火，紧握着萤火，闪耀你一难的沙落。有没有他台湾人吗？有他的联络方式吗？我要把他那个，我要把他收为后宫了。之后现场我要请他来。皮囊跟那个再见萤火虫，目前这样子比起来，再见萤火虫是我目前心中的第一名。哇，各国都使用这个 APP 耶。老实说，我觉得他唱的比周杰伦好。童话般感觉，让我爱上有你的黑夜。他刚刚跟我说谢谢。没有，没事。我刚刚介绍错了，我说是林俊杰的美人鱼，结果不是，是周杰伦的美人鱼。这孩子呢，叫做特别特别的贴心，用林俊杰的唱腔唱了周杰伦的美人鱼，谢谢他。不好笑，很好笑，好冷，不好笑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昨天是恋人，今天说分手就分手，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，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重。剩四个人，大家都没怼他了。我刚刚看到这个屏幕上面，大家都很安静。剩四个人就可以那个了，是不想拿自由排麦了。慢慢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慢慢我被忽略，你何人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。慢慢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慢慢我被拒绝，你何人远走高飞。我今天看到凯奇听到目瞪口呆，跟我的表情是一样的耶。哇，谁要跟你一样啊。透过这位歌手呢，叫做请把音量放大，因为他唱歌很好听。我也是很小声。歌神们的歌曲，刚才是张学友，接下来是陈奕迅。遗憾是要我最实最特别的感觉，我要坐着发呆。我已经变迷妹了。没有，他就是他不是，他不像陈奕迅，好不好？陈奕迅的话反而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点沙哑，算是也算是清澈的那一种。可是他这种是完全就是很舒服的声音，你不觉得吗？放一首又放冰，一切都无所谓，逃出黑暗世界，开始新的明天，新的。
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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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慢慢的滴血落下的身影，仿佛是你贴着我超轻轻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无情，谁来陪这一生好挂记。凯琪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哦，好，晚安晚安，我只能自己跟自己。我跟你讲，就这个是没办法同时跟我对话了，所以就是你们要介绍什么自己讲。我想有一种悲伤，不想要与你分开，思念才背对背张望。你是所有，你是合照。一生在每一秒钟 I love you you know， 还想牵你的手，淋雨一起走，要这不是梦，陪你到最后。以后都不用 RC 版，没有，这只是特别企划。分手而已，我想你忘了说开。你不觉得这个猫咪头很可爱吗？最喜欢哪一个？我觉得他把欧巴画得太可爱了，咪咪画得太猥琐了。来吧 Pinky，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身边，他进副歌很有那个，再也不愿变得那位，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，风停了也无所谓，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。 我笑得柔软，心却比铁还刚，世界男人称王，女人却什么都看。